们所有人其实都坐在一个火山口的边上，一旦喷发，会毁了这里所有的一切。那个蔡礼坤是中共特科的情报人员，他的目标也是朱天德那笔红色资金。我才是真正的蔡礼坤。你在明处，我在暗处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是共产党是不是？我们的苏区急需这笔钱去买药买医疗器械，都不怕死吗？我们共产党人也在乎生死，但不是自己的生死，是四万万同胞的生死存亡。我想要做点什么，但我什么都做不了。那家工厂在进行秘密武器的实验，你这是去送死？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去做，因为你我都是有信仰的人。我想重新换一个活法，听从自己内心最正确的选择。我希望我的祖国有一天能够繁荣昌盛，我希望我的同胞能够人人平等，我也会为之努力，为之牺牲一切。答应过要帮他完成任务，而且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。你要活着。